有真侪观光地区，你会当看到有人伫咧卖这品种画来当做纪念品，而且绩效也不俗。现在第三镇的安静社区，都有一位志工发挥创意，摕着玻璃罐啊、甲盐以及蜡笔来甲社区的时段做品种画，然后佫将这完成的作品摕来布置社区甲厝内，新鲜的体验和时段拢感觉真趣味。今日就赶来彩色刷来做成品种画，不过认真一看，内面的刷算是洋做的，嘛是东北所创作的成果。可以调配颜色，这几种颜色有七种，甲彩虹同色的，会使配合用做山，用做白，用层次的嘛会使。啊，做起来足舒服的，看起来很轻松。而且真侪东北拢是第一届来做这款的创作，相当感觉真趣味，阁真介意。是的。第一届很歹啦，啊，用个红个甲青拢有，这袂歹啊，啊，做者快乐啊，较水啊，啊，我看这红个我看较水，哎，啊，好啦。这嘛是第三镇安静社区，一位志工老师的创意，为平常时若是去到观光地区，都会当看到有人在卖品种花来做纪念品，而且嘛不少，因此想到用玻璃罐啊、甲盐以及蜡笔来甲社区来中辈制作品种花。因为盐的话，它跟那个粉笔磨合的之后，它可以有很多的变化，颜色可以很多的变化，其实会比广告颜料什么来的让它比较不会有压力感，拿着一个碗，然后把盐巴倒进去，然后借着手指的磨，然后训练它小肌肉，然后再把颜色调配放进去，还会发现它的颜色变化，它的层次感然后都不一样，然后达到自我疗愈。那个美环老师是我们社区的志工，志工训练完之后呢，来上带领我们社区的老人来做这些课程，材料费便宜，然后又对他们有心情上很有疗愈，又是他们自己动手做，我觉得对，不管是他们自己本身，还有他们在互相在学习当中来这边能够健健康康，然后心情很愉快的带回家。这款的创作课程也真受到长辈欢迎，用色水的搭配和应用，以及上色时的小动作，让长辈来得到新手感和心情的平静，也照出训练到手感脑来维持身体健康。记者林算超报道。